走马来农场哈，今年办理2015花木兰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哦，啊，我们邀请这个热气球是国际排名第二的造型热气球丝网，哦，到这里的来展示，让我们国内的民众能观赏到我们这个世界哦排名第二的这个造型热气球丝网，哦，让各位来观赏。哦，当然走马来农场办这个花木兰热气球嘉年华活动有很多了，哦，有花卉的展览，哦，有牧草的草雕，哦，草雕我们呢办了一个全国的这个草雕竞赛，哦，这个我们精选15名的，哦，排名15名的，哦，都到走马来农场来这里做创意竞赛，让人家来参观，哦，好，我们还邀请这个草雕专家，哦，来这里做一个草雕的这个展示，哦，有5公尺的，哦，7公尺的牧草金刚。哦，还有长毛象，哦，暴龙，哦，很多的很多种，哦，还有兰花，哦，兰花的展览，哦，台南市是哦兰花最主要的生产园区，哦，在我们东门来农场，我们邀请那些兰花的专家，哦，来这里，哦，来做一个兰花的创意布置，哦，让游客来这里来观赏，说台湾美丽的兰花。